为了响应明年淡水八在地知名旅行社串联淡旅游相关产业，推出淡旅游美食号召，今日是正式贩售，超过600间的店家是提供优惠，希望会当带动2024年淡观光人潮。这位是昆山时尚展演室乐系的学生，也是目前海若旗下的模特。所谓的时尚，不只有昆山科技大学学生以作秀的方式，配合外观亲像旅行箱的收藏卡板，这是台南在地知名旅行社串联旅游相关商业，推出台南旅游美食号召，只要有订购买，就赠送一个卡板。另外也超过600个店家提供优惠，这套的范围包含台南陆海空，主要要向外地游客展现台南人的热情，跟世界交杯。集合我们所有的商圈，还有饭店、民宿，还有温泉饭店，还有你海上的、水上的、路上的，几乎我们都全部都包了。可以说是物超所值啦，走跳台南一本搞定，你就靠这一本，你吃喝玩乐通通都有哦。我们也欢迎哦，我们全国甚至全世界，我们现在疫情已经解封了，这三年来真的我们旅游业真的是海啸第一排啊！真正解封之后，你要有一本护照，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产品把它链接起来。啊，这本呢嘛是咱台南市政府唯一认证的美食护照，咱希望讲用这个物件来给咱台南四百当打前锋。啊，伫咱的好的成绩，观光旅游带起来，台南市就一定会伫四百当来去兴起来。因这台南四百，持有规划包含台湾灯会、文博会、南花店等一些大型等的活动。配合民间主导，提出旅游美食号召，就是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台南佚佗。记者苏英和同社区采访报道。